唐代出现了一种特殊的绘画类型，这就是我们说的水墨画。水墨画可以理解为一种独特的技法，但实际上它的含义远远不仅局限于此。我们知道，一种特殊的技法会召唤或者是丰富一种趣味，会丰富我们内心世界的感受。所以说，水墨画的出现在中国绘画史上是非常有意味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心灵的感受，我们的艺术趣味，有时候呢也会要求一些特殊的技法来予以呈现。所以我们说，趣味、情绪也会感受，也会召唤出或者说要求某些特殊的技法来予以表达。这就是中国画非常神奇的地方。水墨画的技术手段特别有助于表达一种感受，特别有助于丰富一种感受，这就是我们说的荒寒之美，荒寒的这种感受。那么为什么说是荒寒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揣摩一下，这种荒寒的感受就是一种孤独的、苍茫的、开阔的，有的时候啊，甚至还带有一种悲壮的色彩在里面。荒寒这种内心体验其实是中国古代精英阶层，特别是士啊，或者说文人啊，这个阶层内心深处的一种经验。荒寒呢，这种体验是和旅行生活啊，和壮游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古代的游侠啊，古代的士，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啊，那些远程赶考的这些举子，他们在长途旅行的过程中，可能都会不断地去生发出远离故乡的孤独的荒凉的感受，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天气的变化，会经历各种各样的山水。除了旅行生活，我们知道还有其他一些丰富的感受，比如中国古代一直就推崇的山林文化和隐逸文化。这些离开人群、离开都市、隐居在山林中的这一群人、这群高士、这群贤者，他们每天面对的这种自然景象，很少和人交流对话，他们的内心深处可能对这种孤独的美、对这种荒寒的美也有一种深刻的体验。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啊，就是士大夫啊，或者精英，或者是文人啊，这个阶层对于内心深处的这样一种深刻的自我省察的这种精神，这也会给他们提供一种荒寒的或者是孤独的这样一种经验。魏晋南北朝以后，这一点是和玄学甚至是和佛学思想的传播是联系在一起的啊，因为佛学思想进入中国以后，它就开启了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什么样的文化类型呢？就是对人类内心世界的种种想法啊，也就是各种各样的妄念、各种各样的想象、各种各样的情绪，有一个非常好的解释和调控的这种作用。佛教文化的这个特点啊，这个能力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所缺失的一个环节。当然，中国古代文化把这一种感受啊叫怪力乱神。但是佛教文化的特点就是要解决人的内心深处的这种怪力乱神、难以控制的情绪啊、种种妄念啊、种种欲望啊，这些情绪。好，其实我们说对这些情绪啊、妄念啊这种控制啊，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自我反省，一种深刻的自我反省。我们说啊，佛学的出现可能也代表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文化类型。所以水墨画的出现呢，特别是水墨松石题材的流行，或许也是和这种佛学的这种经验有密切的关联。水墨画我们为什么要谈荒寒这种趣味和观念呢？我们认为水墨画这种单色的效果、这种强烈的笔墨效果可以很有效地传达出荒寒的趣味，而且很多文人的确也有这种要求。我们举一个晚一点的这个例子，王安石他这样说：“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我想把内心深处的荒寒的感受表达出来，可是我看不到一张这样的画来寄托我的感受。还好，我要寻找悲壮的情绪的话，还可以通过琴声来捕捉《广陵散》。这句话就提示我们，
其实在文人这个阶层里充满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的情绪，人和自然的自由对话，这种深刻的孤独，这种自由的灵魂，都是中国古代的精英阶层他们内心深处的最深层的一种声音。这种要求呢在绘画中的表现比较晚，但是在诗歌中它的表现呢要稍早一些，而且有非常成熟的表达。六朝的诗，唐诗，关于荒寒的这种趣味，这种心灵感受比比皆是。具体到绘画中传递这种感受的视觉手段可能就要晚很多，要远远的滞后于文学，滞后于诗歌。滞后于诗歌和文学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它是在水墨画、在皴法等等这些技法出现以后它才可能得到有效的表达。水墨画兴起之后，长期以来在诗歌、文学和哲学中徘徊的这种荒寒的感受才找到了视觉上的一个落脚点。这就是我们今天谈荒寒意味啊，谈荒寒趣味和艺术技法和水墨画的技法的一种关联。以荒寒为趣味指向山水画，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类型。那么这种类型的山水画它就不再和以前的狩猎的山水图形啊、神仙山水啊、所谓的桂游山水，桂游山水就是张子虔的游春图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带有时令啊、风俗色彩的贵族男女的郊游生活的这种山水画，也不同于明代以来以园林生活为主体的这种绘画题材。这是一种和孤独的行旅密切相关的绘画，这种以苍茫的感受为主要表达内容的绘画，这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体验，很特殊的题材类型。具体来讲主要就是指雪景、江雪、行旅、渔父，还有一些枯木竹石题材的绘画作品，这些都是画家寄托和表达荒寒趣味或者表达孤独而自由感受的重要的题材类型。这种题材类型在宋代和元代比较多见，用一个词来概括的话就是荒寒。这种趣味有其特殊的题材和技法上的要求。题材我们说过了，就是行旅啊、江雪啊、雪景啊、渔父啊。技法上呢我们说啊，主要就是水墨的方法啊，同时还有一些丰富的皴法。这个皴法可以有效地宣泄内心的强烈的体验，像范宽啊、木樨啊、王庭筠啊、李山啊，北方特别奇怪啊，有一些近代的画家像李山啊、像王庭筠，他们的枯木竹石图、他们的山水图就是特别耐人寻味。另外像元代的吴镇啊，我们看一下他们的作品，他们的画面呢就很有效地传达出了这样一种趣味。他们的一些枯木竹石题材的作品称得上是文化史上的经典的杰作，我们不妨浏览一下、欣赏一下这些充满了荒寒之美的画作。